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疑心观。这是我们的这个脊髓神经啊，如果我们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它把这些讯息啊，或者是大脑的一些讯息啊，要透过我们这个大脑跟底下神经脊髓神经交接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送到大脑这个地方来。那大脑这个地方来啊，它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旁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血管啊，红色蓝色的血管以外还有黄色的这样的一个神经啊，譬如说大家看到像颜面神经或者是三叉神经啊，都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神经的一个指挥系统，我们才有办法了解很多的一个这个状况。那对外界的一个认知跟了解当然很重要，还是透过视觉。所以你可以看到视觉眼球以外这个后面的一个视神经啊，是非常粗的一个状况啊，来把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神经的一个讯息可以传到大脑后面这个地方来。所以我们的一个神经这个大脑的这个系统，视觉的这个系统，我们要非常珍惜它。其实不止视觉的这个系统啊，其他相关的帮忙的一个系统也是让我们的一个视力能够维持的非常重要因素啊。像这个是在做什么样的东西啊，放一个这样的一个试纸啊，一个类似像纸片，但是纸片很特别，上面有刻度。这个刻度的目的啊，当然这个病人必须要先点上局部麻醉，这个病人就比较不会受到这个刺激，不然你正常也给他放这个非常这个有异物感的、很不舒服的点上局部麻药以后，他可以接受这样的情形。那最主要是要看他的泪液啊，我们流的泪水啊，所以哪些人比较容易爱哭的，也可以做这个实验，给他弄上去以后，看他哇，看一个电影啊，有些人就是根本不掉眼泪，有些人哇，哭得稀里哗啦的，似乎也可以用这样来做判定。但是这个不是这样用这个目的，最主要是要看干眼症，我们的这个眼泪的一个分泌不足的一个状况到底是多少的一个情形啊，那就可以很客观的把它量化起来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的眼球，我们大家所注意的都是这个眼球本身，从这个角膜，从水晶体到后面的视网膜等等啊，神经这个路径啊是最主要的一个路径啊。其实啊，要让它这个功能发挥得很好，这旁边的这些东西啊，包括眼皮啊，包括附近的肌肉，包括这个泪腺，这是泪腺的、这个泪腺你看它管道有这么多啊，把这样分泌含有它不是只是水哦，还有一些油脂成分的这个泪液啊，透过这里，然后透过我们的眼皮啊，常常在眨眼这个动作的时候，就可以把这眼泪均匀的保护着我们的眼球啊。那然后啊，这个剩下来的这个泪液啊，也不可以让它就是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一直流出来，这个不好的这个情形啊，透过这个就会到达我们的鼻子去啊，这是鼻泪管。所以这个结构啊，光这个眼球附近的结构也是让人家叹为观止啊。所以泪腺很重要，眼皮也是很重要。不过眼皮啊，每个人种有点点不太差，有点不太相同。譬如说我们黄色人种啊，眼皮相对就比较厚一点了啊。理由啊，就是因为这附近的一个脂肪可能比较多一点。那这个白色人种，它相对眼皮啊就比较薄，所以女生的这个感官的一个立体层次讲起来。在欧美人士讲起来，因为鼻子也挺，眼睛的轮廓也深邃，所以看起来似乎啊，比较趋向于希腊这种石膏的那个形象会比较近一点。东方人不太相同，这是因为地理环境啊所造成的一个外观上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这是马内化的这个女生啊，可以从侧面可以看得到。那个我们倒不谈这个女生啊，谈她的伞。这个伞呢、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情形啊。这个是17世纪啊，法国的画家叫勒布伦啊，他画的也是伞。所以早期的伞其实是这些达官贵人啊、国王啊，他们在使用的，所以有专门的人帮他拿伞啊，替他撑伞的意思啊。那这时候的伞，你可以看得到这个
相当不容易啊！为什么？因为体积比较大，重量又重，然后它形成的这个要用皮革去撑啊，然后它的一个伞骨啊是用什么？是真的骨头做的，鲸鱼的骨头啊，这很难想象，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事实上，用伞的这个历史啊，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像这是中国的历史，秦朝的时候，它也是有伞的。但是那时候的伞显然跟现在的伞差别非常非常大。这个伞的一个改进呢、啊，事实上是要到17世纪以后啊，这个才慢慢进步。因为那个皮革可以不要用了，它用尼龙布，这个伞骨可以用不锈钢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比较轻了，就变成每一个人可以使用啊。哎，价钱也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就可以使用啊。所以女生、第一个会用。那大家想用途在哪里呢？在这里。你看现在跟现代人差别很大，这给修火伞真的是小雨伞了、啊、它是用来遮雨的吗？不是、啊、它是用来遮阳的，都是小的雨伞，包括在日本那个情形一样，直到后来19世纪以后啊，那么慢慢的才变成遮雨的这个功能慢慢强化。所以你看光雨伞，现在我们叫它雨伞，其实早期是阳伞的这个状况。不过遮雨啊，我们现在担心是酸雨啊等等雨水的一个问题啊。不过跟大家谈到一个也是水，但是这个水变成浓阳，变成脏水的这个状况啊，一个6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变化会这么大，这个是出现的症状，当然会喘发烧，这个已经慢慢好的一个状况，这个整个过程是这样子。它原先出现的一个情形就是发烧，然后喘，尤其是在行动过程中会喘的这个状况。那局部的这个给它照电脑断层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局部有一些水的这情形。三天后变成怎么样？这样，三天呢、啊？是，所以有时候疾病的进展的过程啊，我们要非常小心的，绝对不能到这个时候要再来处理，这个已经是很恐怖的一个状况。这个当然肺部的功能会变得很差，可是他想怎么可能变成这样子、啊、他原先的一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原来他就是一个呼吸功能啊比较差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的病人，后来又并发有一些肺炎，局部的一个肺炎。所以这个肺炎它造成细菌在这个地方繁殖以后，它会扩展到外面这个地方来，就是肺炎是在这个位置啊，它这个细菌刺激的一个结果，就在肺部的旁边这个地方啊，它会有一些刺激，就有一些水会形成在这个地方，然后那个水后来又变成感染性的，变成像脓包、脓疡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看我们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切面，这是心脏，这是肺部，大家可以看到肺部跟我们的胸腔。这个胸壁之间啊，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在。那这个空间呢、啊，可以看到它，这就是小小的一个空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那如果它局部这个地方发炎，然后刺激让这个水在这个地方啊，慢慢形成聚集以后，再加上这个细菌的一个这个繁殖啊，这个就变成一个脓疡，然后整个一个范围它就可以扩大到整个肺部，然后把正常比较好的一个肺部组织啊，它就压迫下来。所以大家想，那这个样的一个治疗不就是有问题，然后给它放一个引流管在这个地方，这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管子啊，像蛇形雕手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引流的，可以在超音波指引之下放到那个地方，把这个脏水脓疡给它引流出来，不就结了吗？不是啊，那个像那个烂泥巴一样啊，有时候引流不出来的。这个引流像水那得好，很好引流，像烂泥巴那样子，你光靠引流不够的。所以这个还是要透过胸腔外科的医师啊，进去透过胸腔镜的一个方式啊，把这样的一个这个脓疡啊，给它清出来，引流出来啊，那才会达到这个好的一个治疗效果。那这个是刚开完刀的一个状况啊，那发烧的一个状况就减缓，大概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就变成这样子。慢慢啊，当然还是要教导他，这个运动还是要，抽烟这个东西啊，绝对不可以再继续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了，才有办法让他一个肺部功能啊，不至于再进一步的恶化。那这个病人也能听从的话，这个后续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就会减少。不过要特别提醒，那种变化之快，有时候是很难想象的。就稍有问题啊，还是要提早就医啊，这是蛮重要的。就撑起那把雨伞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要注意一下酸雨啊，环境保护很重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